怎么了？你吃一万个。卖好玩狼人杀，请七位玩家确认身份，请抽牌。啊哦，这个是牌。我直接来了，我手里面有新牌。喂，为什么要分给我们？我的命运我要自己决定。哦，超紧张的。给，请玩家确认身份。会写华语还是什么？我有画公仔啊，画公仔是男鸟，自己收起来，自己收起来，自己收，我自己吃的啊，自己收，自己收，食咗佢，哎，你放边度？字好丑啊。OK， 好，七位玩家都确认身份吗？确认身份请点头。OK， 我第一round要死呀。为了我们爱你，天黑请闭眼，狼人请睁眼。来确认一下你的同伴到底是谁。好，我们从左边算，你是一号玩家到七号玩家，请选择你要杀死的玩家是几号玩家。好，狼人请闭眼，接下来女巫请睁眼。女巫，请问被杀的是，请问你要使用你的解药吗？好，请问你要使用毒药吗？哇！好，谢谢你，我女姐闭眼。好，请预言家睁眼。请问你要查验的玩家身份是几号玩家？谁是在笑那边？好，谢谢预言家。天亮了，请大家睁开眼睛。这是一个残酷而残暴的夜晚，被杀的是梭哈梭哈拉。你有一分钟的遗言时间。来了，开始。计时开始。跟你说都好了。我有59秒是不能出街的那些字，我应该不讲。不明文规定啊，不可以杀人啊，但是好，接下来我们请玩家发言，我们请一号玩家请发言。这么好哎！大家好，我是一号玩家。然后本来我怀疑他可能是狼人，因为他前面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很近的，他知道狼人的这个杀人的动作之后，他才开始在动，然后开始有起手声，我就觉得是他，怎么他死掉了？可是他会不会是自杀，然后没有被救？自杀，就是可能是自刀，但是没有被女巫救。哦，可以这样的吗？可以。那就我在怀疑啦。OK， 当然。高端玩家的手法。狼可以杀自己。可是因为现在只有两狼，然后两神三明，就是如果自刀的可能性是可能我们一般上不救，这样子吧。所以如果是这样，叫他蠢了咯。然后其他的部分。我比较思维玩跟他玩过狼人杀的就只有杰尼，然后杰尼是一个高端高级玩家，对我来讲就是爱玩。好，时间到，谢谢。那我才是好人。 OK， 好，请三号玩家发言。我觉得一开始这样第一次我就没有什么玩过啦，然后怎样去猜坏人呢？我就觉得他无辜，首先他很无辜先，然后就这样给人家就讲开始玩，就在游戏的时候千万不要乱讲话了。 OK， 这样多话通常就是死先的啊。然后我没有 feel 到什么动静啊，那边对我来讲是特别的美。得分，那边我觉得特别的冷酷，而且他们有特别的安静。因为有认识的他们，在这个 moment 可能就会插嘴讲一讲话的，结营 maybe 你有发言的时候，是啊， okay， 他们是不讲话的，不可以啊，不可以，没有，他们不讲话，你讲话而已。哦、OK， 还有五秒而已，没有，谢谢，没有就不，没有就不，暂时看到的应该我还找不出什么。好，有请四号玩家。然后首先阿明第一个死，我觉得是 CEO。生气走了，生气离场。没有，我找到一个点，因为刚才我们还没开始玩的时候，其实他就已经讲了，哟，通常我第一个死的，这样子。然后一个点就是，其实我们
都有在Phuket玩过。对，我们都在Phuket分批玩过。所以应该是在Phuket的人才会懂啊，每次很快时就懂一些啦。所以我觉得狼人可能，我讲可能吧，因为第一轮嘛。相信我们有谁？我不能讲。狼人可能有机会，他本身是没有去，可是他利用这个点来给他时来害我们。所以我先怀疑卡卡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卡卡，我一讲到他有点坐立不安，他一直。我现在一直都坐立不安。我先第一轮的揣测先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没有。好，五号玩家。我又没有怀疑卡卡哦，因为我觉得哦，就算你是一个平民哦，当你被怀疑的时候，你还是会，你还是会这样子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正常的一个举动来的。被摸了心。我反正是怀疑一个一直在那边。大师级的玩家。他一直表现出一种哦，我在观察你的样子这样子，可是我又不是很熟他啦，所以。我暂时先怒点他，因为我觉得他做作他的。然后还有就是看情绪，我怒点二郎，一阿铁，二阿威，因为他一开始就先怼那个阿美，就讲他可能会是自杀。然后我也曾经跟他玩过，是他是就是完全没有感觉、没有表情的，然后结果他是狼来的，暂时是这样啦。好，谢谢六号玩家。我先回忆我上一个五号玩家，你是吗？五号玩家为什么会猜我呢？首先，我第一次跟你们玩，我很紧张。OK， 第二，我刚才看到大家在看这张纸的时候，有一些人的表情是很不自然的。OK， 我先看到说，我自己有点怀疑啦。可是我觉得你是好人，因为刚才在狼人杀人的时候是没有动静的，可是当某一些神的时候，我听到我的胳膊就开始有点。他有在思考的感觉，所以我很认真的在听。我在猜测 ，OK， 我在猜测这个狼人的部分啊，我觉得是一号或者是四号。我没有猜卡卡，因为卡卡也是第一次玩。如果他真的是狼人的话，这样他真的很危险，所以我觉得一是四。过好，七号玩家到我了，我也是跟你一样是才一号到四号，就是为什么？我只是觉得 Win 哦，他一直在那边观察别人，我看你一直在观察，而且我知道你很会玩，我听大家有说你很会玩，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凭女生的直觉猜他。还有四号是因为刚一开始抽身份的时候，然后一开我看到 Vivi 的话，一开啊，他这样看。I'm watching you. 演错了。我觉得，如果我是狼人，我还演这种戏，我真傻。因为我觉得还是演歹戏。哎呀，不是你讲话时间。你还敢想杀谁？不要隐瞒我了。所以我就觉得是一号跟四号。OK， 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没有了。好，我觉得很恐怖。发言时间结束，现在到淘汰的环节了。我们现在要把你想要淘汰的玩家号码指出来，好不好？OK， 可以不投票。等等。好，三秒的时间，三、二、一。对不对？我不是选号码，你看到。一定要选吗？都没有，可以选配票，可以选配票。不可以选，只可以选一个。三是一个啦，选两个没 ？Hello。三，来，再举个一次。没有的，我讲完一就要举了。三、二、一。一号两票，七号一票，四号一票，所以是一号玩家淘汰。不是啊，没坑爹吧？可以讲一句话。你们的死徒呢？我是预言家，我听完就越讲一个好人啦。说现在五号是好人，其他的你们小心啊。五号是好人，小心是好人脸的整个。好，谢谢。狼人请睁眼。请问这一局要杀的玩家是几号？好，谢谢狼人。请女巫睁眼。被杀的是他，请问你要使用解药吗？
你有一瓶毒药，请问你要使用毒药吗？好，谢谢。你好，到这个时候有没有请预言家尊严，你要查验的玩家身份是几号？好，谢谢预言家，请全部人尊严。我觉得你这集也是一个可怕的夜晚。我觉得你死的是六号阿婷。什么？请发言。一分钟。哇！剩下四个人而已啊。我刚才讲说，如果他今天是他第一次玩的话，然后他又是杀手，他应该是很会玩的一条水。我觉得五号真的是一个好人，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好人，所以为什么？我跟啊，我很怕，我已经死了，你怕什么？我真的变成了我们同事讲可怕的。OK， 哎、可是你是什么？他可以要揭晓，看你要讲啊，可是看你啊，我绝对是一个好人，我绝对是一个好人，我真的是一个好人，我只是一个平民罢了。哦，还有吗？很会演。好，谢谢六号玩家。好，我们请三号玩家发言。我来到这个状况呢，你是拿那个？其实我还就一直在想，那个所谓的第一次玩，其实我不太想是第一次玩，是不第一次玩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一进入那个状态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立刻把本性变出来的。对，我是觉得七号给我的感觉是有装到很像没有怎样这样啦，但是他会是我心目中的。OK。我心目中还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四号玩家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我现在能够蛮几乎70%能够确定她是女巫。我觉得你是女巫，因为我一直觉得 Win 是真的是预言家，然后我觉得是你是女巫，然后可能你是用女巫的身份，我不知道有没有救了，可是你用女巫的身份杀了毒死了一二三四阿 K， 一二三四阿K， 对，因为你一开始就已经怀疑他，然后我这一局还是依然决定是卡卡，因为我不懂哎，够了 ，OK， it's OK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我现在还第二轮还是他，我有保留，我再观察多一轮，可是我这一局可能没有多一轮哦。我先他。好，还有吗？过。好，五号玩家请发言。每次是剩这种四个的时候，我就要出来承认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是女巫 ，OK， 我是女巫，我把一个狼人给毒死了，因为他在醒来的时候他会。这不是我死了的表情，我觉得还是我们，你也是有一点的。红手走钢丝，这也是某我的事情。你妈的！我其实相信阿君的，因为我觉得阿君真的是不太会玩，因为我们在不 get 的时候，他也是这么的。然后我又觉得卡卡的表情其实还蛮真实的，跟他输这样，像跟他输这样，感觉啦。所以我觉得最让我怀疑的是，因为我们讲话刚才他的那个逻辑，我觉得他平时是一个非常有逻辑性的人，可是他刚才讲的那一段话哦。感觉不到什么逻辑在里面，他就是不懂哦，我们再看。我讲你是，我讲你是，除了我是好，我除了我是女巫之外，其他的。你是女巫，让你毒死他哦。因为我是女巫，其实还蛮容易猜到的，因为第一拳阿美死掉的时候，是不是我是笑到差不多包出来的？我很辛苦，你懂吗？然后我又不要救他，所以我就很辛苦，所以我大致上是很容易就被猜。好，时间到，有请其他玩家。首先，我要为我自己辩护一下，我真的是好人来的，我会证明的。然后我一直觉得你们两个要怼狼模式没有？一定是你们两个有耶，你们已经猜到我是好人了的。一定是陶局长敢把我赶快杀掉，然后我姑姑
潜意识，因为我现在真的是一点逻辑，我是一点逻辑思考都没有的人。你是第二个 Emily Poon 哎。Friend 啊，回来。我是姑且真的是觉得用跟着第六感来说，我真的是相信你是好人。然后从一开始我就相信一号跟四号都是坏人的，不要讲坏人，狼人。对，然后现在我还是依然是投四号。我想成女人的最高。好。OK， 剩下四个人啊。给你们十秒钟的时间来想，不用十秒，不用十秒，是不是？好，讲完的话，时间已经过去了。最后三、二、一，请指出号码7744。OK， 现在四号玩家两票，现在我们请四号玩家再发言30秒。四号玩家请发言。OK。没有，就是单独一个。如果你不能再换鸟的，我不能换他，或者是就是能。不，你只有30秒，你已经不能投了。你就讲啊，你就讲号而已。所以等下下一轮那个也是一样子。再继续投哦。七宝会再投下。哦。所以这是最后的边。对对对，再投一轮。啊。你只有十秒。我还是坚持会投卡卡，因为我第一轮已经觉得他的不自在，然后他一开始为什么他会先怼我，然后讲说我开那个没有你要不要自我辩护？因为他讲时间到，就是我们请七号的时候，我就七号玩家发言30秒。他自我辩护，我就真的是好人呐、啊，我是真的不会玩，我没有打算要演任何人，因为我觉得要演要用脑很烦，所以我决定不要用脑，就用直觉，所以我是真的好人 ，trust。Okay, 我觉得两个狼人还在。好 ，OK， 我们再投一次票哦，我们在四号跟七号当中再投一次票。所以我们自己不能投。可以投，可以投，可以投， oh, 可以投。还有可能你们唱一样反票嘞。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7744。哎呀，那边有玩，那边有，不用玩了，不用玩了。你们两个狼人躲在，我们两个是狼人，我们两个你投啊，真的。对。最可怜是他，因为我说他不懂，什么都不会，好，谢谢。